随着距离003的下水越来越近，几乎每天都有猛料爆出。6月14日，当天曝光的卫星图显示，003所在的4号船坞已经注水完毕，可以看到003的周围也已经注满了水，想必现在已经完成起伏。而当天另一张由欧洲卫星拍摄的图片也同样显示出4号船坞已经注水完毕。而到了6月15日凌晨，更劲爆的图片也来了。一张由西方商业光学卫星所拍摄的江南造船厂照片由美国战区网站曝光，可以清晰看到图中的003舰岛处挂满了各色旗帜，甲板上也已经被清理干净，同时还涂上了一层浅灰色的标准防滑涂层。三个起飞位置的挡流板也已经竖起，前面的弹射器工棚尽管没有移除，但上面清晰可见有一排红色的方块，此种分辨了一下很难看清，乍一看是灯笼，似乎又是字体。如果是字，那么这张照片拍摄时位于舰首左侧的字看起来还没有贴完。随后又曝光了更清晰一点的图片，果不其然的确是字。又到了锻炼火眼金睛的时刻了，右边的应该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左边的是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第三条弹射器上的字则是加快构建产业结构合理、质量效益领先、军工核心突出、国际竞争力强的世界一流传播集团。这三行电磁弹射器上的字看起来是在下水仪式时给航拍无人机和外国卫星看的。另外就是航母周围的船坞码头了，如图可见，大量工程物件和车辆等也已被清理干净，那么会不会是在搭建下水仪式的观礼台呢？而观礼台又会选在哪里呢？让我来猜一下。我们注意到003船头位置多了一个白色工棚，而在5月31日的高清卫星图中，这里还是一片露天空地，而在6月10日的高清俯拍图显示，这里仍然没有工棚，不过地面似乎已经被清理干净了，现在的这片空地已经全被白色工棚所遮盖住了。参考美国福特号的下水仪式，摄影机、观礼台和与会者均是坐在舰首一侧而非两边，所以个人推估，不出意外的话，003的观礼台将会被搭建在舰首处的白色工棚位置。果不其然，随后的6月16日，一位推特网友发布了一张更新的图片，可以看到003舰首前端的白色工棚已经移去，几块蓝色的部分应该为观礼台，而中间红色的部分应该就是主席台了。而且我们环顾003的四周，似乎已经插满了红旗，而舰首最前沿的中间还有一个红点，回首山东舰当年下水的场景，也是佩戴了一枚大红球，想必这次003也同样会如法炮制。至于准确的下水时间点，先来看一下此前的一条小道消息，这是网上流传的一段长兴岛附近船只内部的航行通告。6月17日，长兴岛水域有重大活动，17日早上8点至晚上20点，禁止装卸货船通行，已经在1号线、0号线的船只正常调运施工，船上随船人员禁止上岸，禁止对3号出船只进行摄像拍照，发布在公共网络平台。17日全天，长兴岛有众多航拍设备监控，各船公司做好保密工作。这则信息写得像那么回事，还特意将6月17日和1号线、0号线的数字分别用中文和阿拉伯数字表示，貌似在模仿什么春秋笔法。那么这则消息的可能性大吗？暂时还难下定论，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猜测一下。我们参考此前的002山东舰，或者美国的最新的福特号和肯尼迪号航母的下水，也许是巧合或者刻意，他们选择的下水时间除了必须是大潮日外，还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晴空万里，没有一个选择阴雨绵绵的雨天。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上海的天气预报，6月17日和18日都是晴天，而6月19日则是小雨转大雨，下周一又是有雨的天气。如此看来，003和观礼台等已经各就各位，如果要在本周下水的话，那么6月17日和18日的可能性就最大了。而就在6月17日上午，更劲爆的消息出现了，根据船讯网 APP 的显示，各种托运船只纷纷开始启动，最终聚焦在4号船坞的坞门之前。上次我让大家重点关注海事局的航行通告，不过截止17日上午，仍然没有新船出坞的任何消息，那么会不会是秘密进行，不进行现场直播呢？也不排除这个可能，马上就会出结果，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了。最后，正像003上的标语所述，为了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我们必走的征程。而003号航空母舰的正式下水将成为一个重大节点，全球都会关注。
希望当天可以有现场直播，让我们屏住呼吸，拭目以待吧。Ooh.